那开张了，啊，这是施主，你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老王，这是分局给您新配的助手，锦源林杰向您报到。 生意好好吧？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到了站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有快下班了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老胡。 差点忘了这张忙呢，我托个朋友啊，给你们老爷子找个偏方，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你试试看。哎呀，来，哎，我给钱。干什么？哎呀，收！那你多不好意思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们警官学校刚毕业的高材生林杰，我徒弟。你好，你好。叔叔跟你握手呢，你怎么回事？没礼貌。 那就你们忙，你们忙，我走了，多谢了啊，多谢多谢。哎，电话。哎，老板，今儿这人行头不适合坐地铁吧？谁说老板就不能坐地铁？哎，对了，老王，刚才那人谁啊？他是干什么的？我看他面相不像好人呢。 跑偏了啊！你是警察，不是相面的。好，什么意思？他原来是道上的，可人家改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以前抓的，不打不相识。你和他现在是朋友。你以为警察就会抓人啊？啊？ 一棒子砸死那不叫本事，你得救人家。回去。怎么了？收起来。你看见过民工吃这个的吗？ 醒醒啊！这女孩每天早上准时7点出来上车，晚上8点回来。她和一般坐地铁的人不大一样。挺会把点儿啊！不是您教我，这抓贼得讲究望闻问切。嗯，这第一位就是看字，对不对？学的挺快。哎，老王，啊不，爹，那个。
我算是把这望闻问切给悟出门道来。嗯，你能再教我点诀窍吗？啊，没诀窍，一个字儿，静。走，车来了。上车！哎呀，慢点！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现在应该在学校啊！不关你事儿。走。哎哎哎！你谁啊你啊？干什么？怎么样？哇！林。哇，你说刚才那个人你还认识啊？别闹，烦着呢。哎呀，干嘛呀？烦着呢。小心我爸把你们当流氓都抓起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刚才那孩子是谁啊？你女儿？有几个女孩像我们家梦梅，磨指甲，戴首饰，我让她摘下来，她说这是她的自由。王同志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，梦，我是不是应该说的？是不是？我说她是对她负责任，也是对你们家长负责任啊。对对对。听说你和她母亲离婚了，可是孩子还是你们共同的，得教育啊。挣钱哪有个够啊？哪有比孩子还重要的呢？只有孩子才是家庭的未来，才是你们父母的希望啊！你们这些做家长的，要好好的反思反思了。跟那个男孩子什么关系？我问你呢，你们俩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可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一年管过我几次啊？哦，现在想起来你是我爸爸了。可你想过吗？你要真是一个合格的爸爸，就不会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，就不会不相信自己的女儿。妹儿，妹儿，妹儿，我错了，爸，我相信你。妹儿说的对，爸爸是个不合格的爸爸，我改。妹妹，能相信爸爸吗？阿正，
吃饱了？饱了。我多吃点，那么瘦。哦，对了，给你妈的菜留好了。好了。好，做作业去吧。好吧。爸。嗯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行吗？说呀。你今天晚上能不走吗？傻丫头，这么小的地方，我住哪儿啊？别胡思乱想，去做作业。妹儿啊，咱们家灯泡在老地方吧？老地方。老婆。哎呦，回来了。慧玲儿，新的工作累吗？嗨，现在能有个工作算不错了。是。我来换吧。嗨，我顺手的事儿，你哪够得着啊？学校一趟，嗯，第一次吧。你知道妹儿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老实说，不遵守纪律，这一阵成绩掉得特别厉害。哎呀，这都快高三了，我真是着急。你得抓抓紧呢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觉得我顾着工作没顾孩子？不，我都下岗这么多年了，街道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一工作，我能不好好给人干吗？我，慧玲，你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不是今天刚去学校，刚了解这个情况吗？心里一着急，我就想来跟你沟通沟通，算是个提个醒。梦从小到大。你带过他几次？从幼儿园到读高中，你去过学校几次？梦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到底知道有多少？不是，慧玲，我现在这么做不就是想再弥补吗？我们不需要，谢谢。好，天不早了，我走了。回来，妹儿啊，啊，听你妈话啊，嗯，做完了作业赶紧睡觉，知道了，知道，走了，哎。妈，嗯，你别总对我爸这样好吗？其实，他心里很爱我们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吧。
你一年能管我几次啊？哦，现在想起来是我爸爸，可你想过吗？你要真是一个合格的爸爸，就不会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，就不会不相信自己的女儿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现在应该在学校啊！说，你跟那个男孩子什么关系？我错了。爸，我相信你。你妈说的对，爸爸是个不合格的爸爸，我改。 不是你倒就是我倒了，倒了好啊，倒了怕什么呀？你倒了呀，你就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想他了，啊？您今儿怎么了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 这女人啊，她嫁给一个男人，她图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跟嫂子闹矛盾了？没矛盾，没矛盾。我们都离了7年了。啊？就。 没离之前，我老觉得我说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这工作的性质呢？离了之后啊，我才想明白，是我不理解你嫂子，我不懂她，好吧。 难得听你说那么多话。我倒是有话说。我说给谁听啊？我听啊。傻小子！老王，我一直想问你啊，你说你一抬眼就能看见的时间，干嘛老弄个语音报时啊？还什么现在时间7:08，挺时髦啊。
我们的眼睛干什么的？盯贼的。你低头看表，这零点几秒贼就得手了。耳朵对咱们是个摆设，听时间不一样吗？德林，啊，你跟我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考考你啊。嗯，你说吧。刚才过去几个人？啊？哎。两男一女。嗯，还行。海林，等到你熬到见人见物过目不忘的境界，你就能出师了。你瞧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。傻样，别着急。警察，尤其是反扒警察，你得磨平了，扔在人堆里头认不出来，那才是个好警察呀。昨天晚上你把我灌醉了，我答应你什么事情了吧？谁灌你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走，等什么时候打过你了，我再走。看什么呢？那不是目标。看见那穿黑衣服的小子了吗？看见了。那是我的老对手。造什么孽？他每回在我眼皮子底下作案，都跑不了。他已经动手了，别吓他。一会儿你盯住那姑娘，泥鳅的路数我收。哎，站住！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。行了，你别怕，我是警察，看你钱包。哎呀，王师傅，走。泥鳅。你是真不让我省心呢，姑娘，看看丢了什么。没有。哎，带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能走。对不起啊，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举证的义务，你还得给我们走一趟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可协助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，小林，啊，没留住啊。什么地方啊，歌厅啊，哼什么呢？哎呦，反正这种地方就不是好人待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谁不是好人呢？哎呦，警官，我就没做什么坏事。哎，王师傅，王师傅，你给评评理啊！哎，他是你徒弟吧？啊？泥鳅，你长本事了，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敢出手。我没有啊。说说，今天这一单打了多少？哎，王师傅，你这不是套我话吗？我早就不干了。这钱是我自己的。我明明看见你从别人包里掏出来的，
怎么就成了你自己的了呢？哎，这位警官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。哎，你要真看见我偷了，哎不，你把那小美女找来做个证啊。她只要说我偷了她的东西，哎，这事我认了。站起来。哎呦，你就，哎，我今天先放你一马，出去了好好想想。不小了，干点什么别的不好？有我在，你还能折腾出什么大浪花来？啊？那我走了，王叔，滚。告诉你啊，你别嚣张，别再犯我手里。哎，林警官，你别这么客气。送我，留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警察打人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站起来！哎呀，警察打人啊！哎呦，哎。你别动！哎呀，哎呀，哟，泥鳅，演的不错，不想走是吧？哎，不不不，王叔，您徒弟还是一暴脾气啊，我不折腾了，我能走吧？老王，他明明偷了东西，咱干嘛放他？哪怕是人赃俱获，如果失主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指认疑犯，咱们也得依法放人。小伙子，我们干的是门技术活，你刚才要是晚点出手，这家伙现在就蹲在拘留所了。走，跟我回局里。干嘛？不检查？啊？谁找我？那位先生找你。谢谢。哎，你的钱包，收好了。谢谢。原来你在保险公司工作呀？对，如果你需要什么保险服务，可以到前台咨询。你一个白领，平时出门。这钱包里都不放钱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向你提供超范围服务。金小姐，再见。我想跟你谈谈。谢谢你把钱包给我送回来。有我们警察在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干嘛要相信警察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犯了法的人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就因为你不作证，不但当场抓获的嫌疑人治不了，我们还得全局做检查。这不关我的事。哎，林警官，你是找我
有事儿吗？老胡，那个，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走啊！吃，来，来块鱼吧。吃，吃点这个，挺爽口的。再来点这个啊。喝点水。别紧张啊，吃啊。嗯，我不紧张，我吃饱了。林警官，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我说了啊。想当年，你当贼的时候，不，我的意思是吧，就是我，嗨，林警官，没事儿，你直说。你能告诉我那贼是怎么把钱包给偷出来的，还能把钱拿走，再把钱包给放回去的？林警官，我已经洗手好多年了，哼，不想再走老路了。老路前面都是深渊呢。老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真心诚意的拜你这个师傅。真的，钱包，请放好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心到、意到、手到，猎物自然到。请过来。这右手啊，一般用来掩护，左手才能大显身手。有感觉吗？没有。这样呢？这就是说，自己注意力高度集中，还要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试试看好不好使？拿你师傅练手。哎，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为了上回那个事儿，没必要追他。要真想追这姑娘，师傅给你开开。那我就不去了。这坎儿我要过不去啊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有觉悟，上班。
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，你先到那边去拍个照吧。那行，谢谢您啊。好，没事。下一个。你的包是什么时候丢的呀？我刚下车就发现我的包里面被划了个大口子，钱包、手机都没了。你能记得具体的时间吗？不知道，上车之前还好好的。行，那你也去拍个照去吧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大哥。哎。再翻一遍。哎，这个，王大。到齐了吧？下面啊，跟大家通报一个案情。今天啊，咱们地铁沿线发生了7起刀片滑斗案，这是在我们地铁开通以来啊发生的首起刀片滑斗案。对犯罪分子来说，在我们地铁作案呢，应该条件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监控，所以啊，他们选择地铁作案，分明是对我们的一个挑衅。下周。在咱们奥体中心就要举行4国足球邀请赛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几条交通线路的安全，尤其是咱们地铁，所以分局党委决定在大赛开始前必须将这伙团伙打掉。余长你看呢？老王，嗯，你长期在一线工作，谈谈看吧。团伙绝对不低于20人的团伙作案，而且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冲着我们这个4国足球邀请赛来的。这帮家伙今天算是试水，探我们的底呢。旅长，我看这次行动由王宁生同志任总指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老王。嗯。你又要辛苦了，太辛苦。你们领导垫我这老同志的将，我辛苦那是应该的，哎，但是我有条件啊。行，要钱要物，要装备要人，我全批准。一句话，一定要在4国足球赛开赛之前把这个团伙给打掉。所有参战民警，每人每天100元补助。批准。还有什么？啊？啊，暂时没了。这要求不高嘛！哎，咱们终于有机会跟老王办一起大案子了。老王，嗯，跟你一起办案子，我们求之不得。钱不钱的无所谓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这儿做好人，这领导都批准了，这领导对咱们大家的关怀，对不对？啊，政委局长是不是？哎，今天的任务大家都明白了吧？啊。好，散会。啊，对了，两位领导，我这个总指挥的指挥部在哪儿啊？哎，你看这个监控指挥室怎么样？可以。行行行，好，好。刚才两个领导会上表了态了啊，说那个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全力支持，这话算数吧？我俩在会上说的，能不算数吗？哎，好，我这儿啊，毛姑姑是这个数。给签个字。好，我同意。你看，这行了吧？谢谢领导，那你们忙，明天走。这个老王真是，哎，他咬咬牙，5万都不到。位置可以的，
和小组注意，迅速就位，注意巡视。来，您看一下。哎，注意安全，看好您的财物。哎哎，你看一下，注意自己的财物啊。青小姐，看好你的包啊，不能再被偷了。人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？来，看看这个，防贼防盗的小常识，简单实用。李姐，哎，最近太忙，不能送你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啊，有时间联系。有情况吗？哎，你那儿怎么样？你可真够烦的，天天堵我。这钱呢，拿到都烫手，什么都没抓着。要么等案子破了，咱一起查。哎，别别别，这可不行啊，这不用拖欠，好歹也能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。赶紧拿吧你。老王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比我们想象的厉害，是一群高手。可是再高，他只要动手，总会有动静的。是。我看呢，他们只是过路的，说不定现在早走了。要真要走了，我们就白玩了。没那么简单，大哥，你想想，他们要是就干这一票，何必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？这伙人现在肯定在南京，目标就是冲着四国足球邀请赛。比赛当天，他们肯定会倾巢出动。喂，老王电话。嗯，哦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爸，爸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七夕。七夕你知道吗？七夕我知道啊，七夕怎么了？七夕就是中国的情人节。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爸爸这岁数不懂情人节不丢人啊。爸，你能别这么不解风情吗？哎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妈可是已经向你发出邀请了。你妈向我发出邀请了，什么邀请？叫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饭。真的？这是你妈说的？当然了，你要是没空，可以不来。啊，来来，我一定来。来。那行，等你啊。小林，到。怎么了？有情况吗？你撞死我你啊！有情况啊！今晚上啊，我得和你嫂子和梦儿吃顿饭。什么嫂子不嫂子的呀？还没复婚呢，算是精心安排了一下吧。你看什么叫我精心安排一下啊？是你嫂子邀请我，正式邀请。哎呦哎呦！有戏啊！啊，别收贫了，给我办件事儿，当任务去办。说，你睡高的，你睡矮的。喂，妈。你说我爸这个人现在可有情调了，刚才给我打一电话，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嗯，还非得回来给我们做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餐。你不着急啊？行，那我们等你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七夕情人节。姐好，哎，小李，哎，慧姐，上次咱们那个能进微波炉的饭盒还有吗？啊，有，帮我留一个。啊，好，回头给你拿过来。慧姐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哦，好。
老王，这是按你吩咐买的。哦，我还给你包装了一下，你也太不浪漫了。不懂了吧？实用、浪漫，浪漫你和你那个保险公司的姑娘去浪漫去，知道吗？ 别说话，跟我走。我不跟你去了，废话，走。 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料酒2汤匙。料酒，这个。哎，不拖了，别动，别动，这是香油，不是料酒。倒这个。那你看到多少？到。快点，快点，倒多少？够了。下边。再往下。盐2勺。这两个哪个是盐呢？你尝尝。 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鸡蛋还是先放西红柿啊？鸡蛋。好嘞。木耳盘子。好啦。嗯。小心点啊，烫。哎呀。没事，到。好嘞。木耳。嗯。还有什么要烧的吗？差不多了，我自己再做个西红柿炒蛋就行了。感谢小强同志今天的鼎力相助。 你表现得很好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哎，你好歹也留我吃口饭呀！你还真以为我让你来是见我父母的？行了，回去吧，我们家警察一会儿回来了啊，快走。你记得啊，你欠我一顿饭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大哥，我真没团伙。谁是你大哥呀？这事儿你一个人能扛得过去吗？ 哎呦，大哥，不，警察同志，我连偷村里2只老母鸡都供出来了，能替别人顶罪吗？我，你还狡辩是不是？我问你，这刀片你怎么解释啊？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刀片划得人太厉害了，想学学，可是学艺不精，给你们，我真跟他们没关系，我。 高，把人带走。走。老王，他就是在撒谎。不像。这刀片都摆在这儿了，怎么可能跟那帮人没关系呢？那帮人的手艺没那么潮，他把失主给划伤了。哟，老王，出大事了。 神经病！真的，你不是答应一会儿回去吃饭的吗？我走了。哦，哎，老王，给嫂子礼物。哦。哎，下班了。 出去玩去啊！哎，哎，梦啊，你爸呢？你不是说他今天晚上来的吗？你们当爹妈的怎么能这样啊？我就为了让你们高兴，忙活大半天，你闻闻我这头发，全是油烟味儿。你们倒好，一个才回来，一个干脆不来了，算什么父母？好。 以后你们的事儿，我再也不管了。哎，妈！哎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慧玲，我这刚上手一个案子，忙得我这猪脑子，我就是个猪脑子。你说的我都能理解，可是你不能伤孩子吧？哎，这桌菜都是墨儿做的，你这可真行。孩子人呢？妹儿啊，老妹儿，爸爸回来了，睡着了。妹儿，你听，算了吧。我送你一样东西。你不是胃不好吗？这能进微波炉的。你看我这胃，你还老想着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医疗仪，腰不好啊，现在这工作也老站着，没事儿把它揉揉，说明书在里头，就按那个程序做就行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还客气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啊，正好吃点。哎，来，我先喝口汤啊。老虎，哟。你怎么在这儿，林警官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来，跟我来。多吃点。嗯，一碗香了都。你平时在外面也吃不着好的。嗯，真香啊。啊，这桌菜啊，都是你女儿自个儿做的。真的？她一个人做的？你肯定没帮忙。嗯，出去吧。好，这会儿丫头本事越来越大了。嗯，喂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有任务了啊，赶紧去吧。哎，我这丫头那儿你。忙了什么？行吧，路上小心点。哎，走了。最近从广东来了一个扒窃团伙，就是为了下星期的四国足球邀请赛赶场子，想到南京地铁大捞一笔。是不是跟华多万是同一伙人？接着说。啊，这是他们拜会我的见面礼。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你的？曾经沾过手，哪那么容易洗干净？他们还把我当贼。老胡啊，你把这钱都搁这儿了，我还有什么信不过你的？你帮我个忙。光头，申哥，
申哥在南京地面上是说得上话的，我把他引荐给你，你们如果以后能够联手的话，就能玩票大的了。我老了，玩不动了。朋友，当着虎哥的面，我得说你几句。到了南京的地头，想捡地铁这么大块活，那是我们兄弟的金饭碗。好歹得打个招呼吧。哎，也算是引进人才吧。我们弟兄们干的就是四处漂流的活。地铁这片弄成了，我们也算是给你们留下个开发好的地盘啊。规矩我懂，地铁这片我们得亲自下手，到手的货三七开。你弄错了，我是坐地，你是过客，你我五五开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地方我都找好了，我请客，咱们喝一杯去，走。林杰，你的位置。好。小刘，到位了吗？啊，大哥，一定注意取证啊，所有责人听着，没我的命令绝不许动手，我们目的一网打尽。怎么样，你的人都到齐了？你的呢？这你放心。申哥，这回拜托了啊。哎，好事儿，大家一块儿来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把画面往上推。各沿站监控点注意了，各沿站监控点注意了，光头已经进站，光头已经进站。一下子看准了14个，他是上车吧？还有7个已经全在监控范围里了。申哥啊，您真是大驾风头啊！客气了啊，比不上你们走南朝北的见的世面的，刚才转了一圈，你的弟兄们手底下活干净。看得出来是高手，申哥。嗯，只要你不嫌弃，咱们以后比干大的。二的话啊，这一起发展啊，一起发展嘛，等着您没亏吃。Go！阿力阿力阿力。不错，你看你的弟兄们都满载而归。8点，希尔顿我请客。9秒，有一碗饭特别适合你，好饭。哎呀，申哥，哎，动手！哎，申哥，好。各单位注意了，各单位注意了，光头已经被摁住了，现在开始实施抓捕，现在开始实施抓捕。
这个不行，这个不适合我。交通，嗯。我说梦啊，嗯，你到底想报考什么专业啊？挑花眼了吧？嗯。妈，我想搞音乐。搞音乐？嗯。咱们家可没这个基因。 要不考师范学院，当老师，出来了工作稳定。你看我像吗？我连我自己都管不好，我还教育别人去，我这不误人子弟吗？哎，那我说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要不，公安大学，不行。 你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当警察。我当警察怎么了？我要是当了警察，那肯定比我爸强。你看他干的，家都折腾散了。不许胡说。墨儿，嗯，要不你有空找你爸商量商量去，这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儿。我才不去呢。 刑侦分队团伙终于被彻底打掉，此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，缴获赃款赃物数十万元。向我们走来的是此次行动总指挥王警官。王警官，请留步。哎，您好，我想采访你一下这一次行动，麻烦你向我们的观众说几句好吗？警察们，当然一方责任不一方安全。不会说话，我们的这个警察队伍年轻化。 有个警官叫林杰，你采访他去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哎，王警官，王警官。哎呀，老王，啊，累了吧？ 老了，怎么着？这案子办完了，想好干点啥？没想干什么，带着你嫂子和梦儿出去玩玩。哎，那挺好的呀。想好去哪儿？哎呀，这一下真想不出来。不会吧？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，你就一个都不知道啊？是知道，可是我这些年，你说我哪有时间？ 买本城市指南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哎，这好主意啊！哎，李，嗯，最近跟那个保险公司的姑娘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没有？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？借呢，倒是天天都借啊。可是这借，那也白借的。你这也不像我徒弟啊！我告诉你。 师傅，我当年追你嫂子的时候，那……爸，我要填高考志愿了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好啊，咱们回家商量去。再见。<笑>
能问问你，为什么不相信警察吗？有个警察朋友，不是很安全。因为你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去保证每个人的安全。但是我们在尽力啊。这是上次从你钱包里拿的，不好意思，还给你。对不起，上次的事情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一个人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我想安定，不想招惹太多是非。小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，吃亏是福。吃亏是福，说得真好。你是反扒民警？暂时是吧，等我再干一段时间，争取去个什么重案大队之类的。谢谢你的电影。别客气，能让你开心，这是我作为一个警察应尽的责任。老王，哎，你吃呀！啊，是不是吃不惯西餐？不是，他是铁人，他不饿。丫头嘴越来越厉害了。妈，嗯，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啊？嗯，开心。哎妈，我想让爸爸搬回来住，行吗？你这次到底填的是什么志愿？啊，妹儿的。妈，你别打岔，我们这说爸爸回来住的事儿呢。老王，表态。啊。吴玲儿，吴玲儿，我能搬回家来住吗？啊？我看举手表决算了，做表决，同意老王同志搬回家住的，请举手。
2:1，通过了。来，请老王同志赶紧办理回家入住的手续。哎，干杯啊，爸爸！妈，干杯。剩下的手续我会尽快给你办好的。不急不急，不急。你还有事儿吗？哦，我今晚有空，我能请你去看月亮吗？有个警察在身边，看月亮应该不害怕。你知道我几点下班吗？我在站台等你吧。我师父说我假公济私，抓着那个事儿不放。其实我就是想去见你。你是吗？一半一半吧。其实我刚分到地铁分局工作的时候，每天除了瞎逛，就是瞎逛。师父告诉我，只要有一个贼，我们就得下逛。我不能理解，但是突然有一天看见了你，就好像是一丝色彩，所以每天我又有了走进地铁的动力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唤醒了你？因为你的事情，师父让我明白了理解。谢谢你的理解。你怎么老跟我说谢谢？好像应该说这话的人是我吧？啊，那好吧，谢谢我把一个年轻有为的警察变得踏实了。对，踏实了，这个词真好。下班了啊。老王，哎，头儿，干嘛了？等你呢。等我啊？干嘛不去我办公室呢？办公室，办公室是谈公事的地方。来，给你带点。哎，我已经戒烟1个多月了啊，真是。没戒饭。这，我还省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头儿，我想浮出水面了。到了我这岁数啊，我想过一点朝九晚五正常人的日子，嗯，这样我多少也能照顾照顾人家慧玲和孩子。慧玲啊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他俩进展如何了？进展如何？哎呀，说吧，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哎，头儿，闺女都快跟我差不多高了，办什么事儿？行呀，我保密工作做得不错。哎呀，老王，说实话，组织上对不住你。哎，头儿，组织上应该多关心你们的。对呀。啊，对，政工科的老刘，多次跟我提出要上一线。哦，不过现在他正在公安大学进修，好在3-5天就要回来了。哎，他一回来啊，立马让你浮出水面。头儿，这话你说的啊，当真啊？别忽悠我！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老王啊？啊！你这走走走走走。今日同饮庆功酒啊，壮志未酬。气色不错啊，老王，精神焕发，红光满面的。哎，有什么好事儿吧？好事儿。
老夫我要告老还乡了。快要吃喜糖了。什么喜糖啊？啊，师傅老了。莲啊，你年轻，准备早点接班来啊。你说这话怎么跟快要退休似的呢？离退休还早还早。我是啊，要换个新的岗位。啊？你真的要走了？局里头照顾我，我这不是要跟你嫂子那？这个我能理解。可是你万一这么一走，就我一个人了。没事儿，局里边啊，还会给你派一个新的师傅的，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我认识，我会跟他打招呼，让他关照你，啊。自打我第一天看着你，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。我是秦伟，你会成为一个好警察的。你这说的我啊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林，没事儿，你可以去看我们啊，我也可以经常来看看你，啊。你好，林警官。哎，嗨，你叫我林杰就行了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师傅，这是青青。师傅好。老王，老王，师傅我听着别扭。姑娘，不是我吹啊，我这徒弟还行，值得上你的候选名单。你们聊吧。哎，哎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对了，你的保单，我过两天要出差，怕你到单位找不到我。到时候我来送你吧。再说吧。你知道我这会儿走啊？我是干什么的呀？谢谢你来送我。哎，咱俩除了谢谢，还能说点别的吗？可以啊。你男朋友没来送你？你干嘛不直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走，我送你。你们还得工作呢，那你回来，我在这等你吧。嗯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眼珠子快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下午你和嫂子去领证，你别高兴的流口水啊！你以为我是你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青青要真成了新的警嫂，那是你小子的福气。走。哎，小王。哎，胡姐，我跟经理说了，辛苦你了。你还跟我客气啊？哪有比结婚更要紧的事情啊？哎呦，我这哪是结婚啊？我是去复婚，复婚更是喜事儿了，天天都有结婚离婚的，有几对有缘，分了又合的呀。
你真是好福气啊，胡姐。你记得给我们带喜糖啊。哎呀，我这又不是新娘子。慧玲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那这事儿我哪能忘啊？对呀，咱们说好了一点。对，啊，对了，家里边那个证件、那个户口本你带着啊。放心，这事我哪敢耽误啊？肯定啊，一点见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何林啊，哎，这篇我交给你了啊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了。这是你第一天放单飞，盯住了。嗯。哟，王师傅，怎么泥鳅又出来练手艺啊？嗨，喊王师傅好。王师傅好。哟，带上助手了，准备趟火作案？王师傅，最近开了个水果摊，帮我搬搬东西，开开车。这不挺好吗？夏天水果的买卖不错，比这个强啊！对，对对，劳动致富，劳动致富嘛啊！别瞎折腾啊！哎哎，小心我收拾你！哎，博士傅，再见啊！沈林啊，哎，这几个小子你不用太担心，那注意点就是了啊！好，我已经见过他们了，他方不方便打完花来？师傅。你跟他很熟啊？熟，熟的差点没死他手里。啊？是同行？是前辈吧？是警察。哎，今天碰上他算咱们倒霉。这不能干，咱们换条线，走。走。主要是这几个主要出口啊。行。人流量比较大，盯住我啊！实在不行。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支援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交给我吧，你就放心去吧。你不是说他是条泥鳅吗？啊，是条泥鳅还在那翻鸟人身呢。啊，你家嫂子还在家里等着，你就赶紧回去踏踏实实当你的新郎官去吧。啊，
做的炒青菜和炖牛肉，吃之前记得用微波炉热一下，不要凉着吃，对胃不好。知道了。哎，老婆，嗯，帮我把这块表拿去修一下吧，不响了。这么旧了，给你换块新的吧。不行，这是师傅生前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东西，带着它不踏实。你这小丫头，大伯嫂子给你做的什么爱心午餐呢？别动！你对人家孩子那么厉害干嘛？表现好了有你的份儿。林队长，警员王梦儿向你报道。瞅你这身打扮。车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下班的时候，我在这等你。梦儿，再见。再见，嫂子。别走了。